哎，亲爱的朋友们，电视机前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快乐体验特别节目《超级少年》。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，在野狼出没的山谷，在人迹罕至的密林，三支队伍的12名小勇士将面临生存的考验，攀越悬崖，穿过河流，飞越沟壑，去执行终极任务猎狐，争夺属于他们的荣誉，超级少年。好，同学们，接下来呢，你们要面临很多考验，比如悬崖、丛林、溪谷、河流等等等等，而且最后呢，去挑战一个终极任务猎狐，你们有信心吗？都是独生子，让他们执行任务，开玩笑吧。我觉得现在孩子的体质都不行，能走下来就不错了。现在的孩子连书包都不肯自己背，还执行任务了，我不太相信。现在有人怀疑你们的能力和素质，说你们经受不住这些考验，完成不了这些任务。你们的回答是？来之能战，战之必胜。狭路相逢，勇者胜。小勇士们将面临的第一个考验就是荒野求生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还请来了教官石富雷老师，他们将在你们全程的比赛当中进行指导和点评。我们掌声有请石教官。同学们好，教官好。石富雷，全国定向锦标赛裁判员。今天的比赛结束以后，每个队都将淘汰一名队员，淘汰的这名队员呢，由你们自己商量决定，剩下的队员继续比赛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狭路相逢，勇者胜。让我们进入第一回合的比赛，加油。第一回合，逃离野狼谷。在丛林密布的群山之间，队员们不慎闯入野狼谷，这里四面峭壁，没有食物，还要面临狼群的威胁。比赛规则：一，每队4名队员依靠地图找到逃离点；二，所有队员依靠树藤爬上悬崖；三，比赛限时25分钟，用时最短的队获得积分5分，其次获得3分、1分。逃离野狼谷的难度有2个，第一个呢是如何辨别方向，第二个是如何利用自然环境攀爬那个陡崖。经过公平公正的抽签，咱们08队首先上场比赛。我们是08队，我们的口号是08，08雄霸天下，耶、yeah! ！吉林省长春市108学校，李嘉兴、于继豪、赵古月、徐卫、陆佳、赵轩毅、孙尚奇。这次比赛呢，你们不能6名队员全上，只能上4名队员。哪4名队员首先上场？赵普月、于继豪、徐卫、陆佳和我。我之所以选择徐卫、陆佳，是因为她虽然是女的，但是耐力非常好。那个赵普月呢，在我们这里面她看图是最好的，但是唯一缺点就是体力太差了。至于那个于继豪呢，他不晕高。这个地方呢叫野狼谷，你们看一下，哎，都是峭壁。好，那先问问你们，谁能爬上去？我们都能爬上去。啊，我们都能爬上去。赤手空拳能爬上去？不能。好，这里面呢有一个最佳的攀岩点，这个攀岩点在地图上。临出发之前呢，送你们每人一件礼物，这是用来干嘛的呢？每一位参赛队员要蒙上眼睛，来，4位参赛的队员，眼睛要系上，现在把眼睛蒙一下，然后呢，曹振叔叔会带你们到比赛的出发点，原地转10圈，然后才开始比赛。
好，大家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了，现在咱们手牵手，把手牵起来，带你们到这个比赛的出发地点啊！咱们跟着石教官来出发。这个非常狭窄，我可以给你们描述一下，一线天的感觉，只能过一个人，一定要跟上大部队啊！好，不低头会碰到头啊！好，现在我们已经到起点了啊！每个同学原地转十圈，预备，开始。掉眼罩，来刷一下，出发，快！计时开始，走。自己判断啊，自己判断往哪走，不要跑反了。你看咱们这个零八队粗心的孩子们，匆匆忙忙的跑了。刚摘下来眼罩的时候，两边全是石头，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，就顾着带我的队员往下往出跑，结果忘带地图了，又返回去取地图，耽误了时间。之前曹振书已经告诉他们了，这个地图上有一个点是非常好攀岩的一个点，地图没拿，人跑了，好，马上还得回来拿地图，耽误时间了。你看回来了，怎么回来了？没拿图。为什么不拿图啊？走，光急着比赛。那面。逃离夜狼谷的最佳路线只有一条。队员们必须熟练地读取地图，通过三个检查点尽快到达攀岩的地方，否则就会因为绕路而延长逃离的时间。再往哪儿走？咱们刚现在是在哪？走在前面，朝北，先朝北。对于同学们来说，在没有太阳和指北针的不利条件下，通过自然景物确定方向是野外生存的必备技能。阴天野外如何辨别方向？一，独立的大树南面枝繁叶茂，树皮光滑，北面枝叶稀疏，树皮粗糙潮湿，长有青苔。二，树的年轮一般南面间隔大，北面间隔小。三，野外果实南侧多，北侧少，而且朝南的先变色。四，蚂蚁的洞穴多在大树南面，而且洞口朝南。那边北。经过仔细辨认，零八队很快找到了方向。他们快速地向着第二个检查点跑去。定向运动是一项智力与体力并用的运动，起源于瑞典，距今已有百年的历史。定向运动就是借助地图和指北针，越过不被人所知的地带，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到达若干个标记在实地中的检查点。定向运动不仅强健体魄，还能培养人在体力和智力的双重压力下解决问题的能力。在二号检查点，零八队耗费了不少的时间。零八队要想赢得胜利，就必须加快速度，因为从二号检查点到三号检查点，不但路途更长，而且道路极为复杂。他应该不用走。赵捕月，快点！不是地图给你，必须得看呢。然而，在赶往三号检查点的半路上，零八队迷失了方向。33号，跟三一起，三。此时的队长李嘉兴没有听从赵捕月的建议，而选择了错误的道路。零八队没有及时发现他们行走的路线已经偏差，错过了三号检查点。跑错地方，没有认真的看。当他们发现错误时，同样没有选择正确的处理方式。那边走啊，都一样，走。在山谷中越野时，如果迷失方向，应立即停止行进，要根据地图找出开始发生偏差的地点，并原路返回。但队长李嘉兴却没有要求队员们原路返回，而是想选择捷径斜插到三号检查点。
对于定向越野来说，在没有查明偏差程度和没有确定正确的行进方向时，轻易的选取捷径斜插是最忌讳的。经过艰苦的跋涉，零八队终于通过三号检查点，并找到了逃离野狼谷的悬崖。然而由于他们在赶往三号检查点时出现了偏差，导致队员们体能透支，这对于他们攀岩来说无疑是极为不利的。两人两人上爬悬崖的时候没有制定好策略，我们可能分工没有分好，我的强项是看地图，但是体重比较重，悬崖比较高，当时有点害怕，而且还让我第一个上。对于一个团队来说，让攀岩能力弱的队员先上是对的，但需要发挥团队的协作精神。而当体重最重的赵普月攀岩的时候，零八队的其他队员并没有伸出援助之手，结果爬到一半我就放弃了。行，我赢了，我下来。队长李嘉欣决定自己先上。你一定要上去啊！作为队长的李嘉欣，凭借着良好的身体素质和攀岩技巧，很快的逃离了野狼谷。哎呀妈！上来好。接下来，赵普月第二次攀爬。哦，要我先上？我先上吧，拿着。从树头上一次往上爬，还谁都没上呢，你先上去了，我们都快没有动力了。队长嘛，他本来就是体力最好的，但是呢他先上去，我们都已经周不动了，其实就是应该让我们一起中间最胖的上。赵普月第二次攀爬又失败了，作为女生的徐卫陆佳决定挑战一下自己。我上不去了，我直接挂在那儿了。最难的时候就是爬到一半的时候，因为那时候其实挺想放弃的。第一次爬的时候就是爬到一半的时候就放弃了。我觉得嘛，今天他们零八队最大的失误就在于队长，他自己的能力最强，反而自己先上去了。正常的策略呢，应该是弱者先上去，然后最强的一个最后上，因为最后一个的难度是特别大的，需要自己的力量攀爬上去。加油！加油！第一次上去的时候，然后手突然没有力气，我是脚往上走，手没动，方法不对，我应该是手和脚一起动才是正确的。留给零八队的时间已经不多了，为了争取完成逃离任务，徐瑞陆佳决定再挑战一次。往上抓头，在徐卫陆家的不懈努力下，终于第二个爬上了悬崖。然后第二次爬，教练就说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，这次再上不去就不能再爬了。然后我就想一定要上去，爬到一半的时候，其实我就马上就要松开了。然后听到他们在底下为我加油，我就想一定要上去，如果上去我们还能再多算一个人。作为女生的徐卫陆家，她的成功登顶给男队员增强了信心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慢点。零八队比赛结束啊，25分钟的时间，上去了几名队员？两名队员。这一关是输赢，还不仅仅取决于你们的成绩，还得看看另外两队的表现，对吗？对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咱们看看下一队表现如何，来上场。好了，同学们，我们上场比赛的第二支队伍叫做。猎豹队，看这名字一听就很迅猛。我们是猎豹队，我们的口号是一骑九州，水与争锋，耶！长春汽车开发区第九中学，李俊涵、王雨琦、李卓轩、王蒙、李佳宇、韩思琪。从这个装备上看，我觉得你们应该有不错的成绩。为什么两名女生上场而不是另外一名男生上来？
和女生，在地图方面方向性会更好。刚才那队呢，25分钟的规定时间，只上去2名队员，你们的目标是4名，4名全上去。每位队员原地转10圈，预备开始。然后从这出来了。为了防止行进路线发生偏差，猎豹队在确定方向后严格按照地图标记的路线行进，他们很快来到了第二个检查点。这条路能回去吗？看一眼。不是，咱刚是这么走的，然后这边就回去三号眼到咱爬山区，怎么绕一圈，从碟子，从碟子，慢慢的，小油水，慢点。猎豹队在队长李俊涵的带领下仔细研究地图，始终把握正确的行进路线，在避免偏差的情况下，依次通过了2号和3号检查点，快速到达了逃离区。上，慢点，孩子，你过来帮忙，慢点，慢点，过来，慢点啊，脚往上蹬，蹬蹬墙，对，好。猎豹队的王雨琦在队员的帮助下迅速地爬上了悬崖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放手。上没事，王雨琦在顶上拽住了。第二个攀岩的是队长李俊涵，别看她是个女生，但攀爬速度并不比男生慢。拽住拽住，对，漂亮，往我肩膀上，绝对够，能争能惊住你，上。猎豹队的几名选手之所以攀岩速度很快，除了他们自身的攀岩技巧外，更重要的是李佳宇的无私奉献。正是李佳宇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了所有的队员，同时他又把最后一个也是最难的攀岩留给了自己。这脚慢上一段，再住再住。李佳宇的付出让队员们感动，更让队员们为他担心。在体力消耗过大和没有帮助的情况下，李佳宇能够顺利登顶吗？李佳宇凭借坚强的意志和过硬的素质成功登顶，但是他们把所有的装备落下了。由于我的疏忽，将装备放在了崖底，这个失误是致命的，这就相当于军人丢了枪一样，没法打仗。在这个过程中呢，他们浪费了太多的时间。丢失装备就意味着任务的失败。为了取回装备，李佳宇再一次临危受命。完成。好，猎豹队比赛结束，掌声欢迎回来啊！总共14分钟，上去4名队员，好，非常棒。当然还有一个队没比啊，还要看看他们的表现。好，最后一个队上场。好，我们的第三支队伍上场了啊！这个景区叫黑山谷景区，然后这支队伍叫黑山谷队。我们是黑山谷队，我们的口号是挑战自我，突破极限。重庆市万盛开发区体育学校，侯斌策、王征辉、梁小燕、肖阳坤，你们身高比其他两个队的平均身高都矮。曹战叔叔，根据你们的身高，我判断一下，你们未必能全上去。没有身高优势的黑山谷队，真的会失败吗？好，欢迎黑山谷队。哎，这一点非常好，拿到地图不急着跑，先研究。黑山谷队的四名选手从小就生活在山区，因此在山谷里越野对他们来说具有其他队所无法比拟的优势。在队长侯斌策的率领下，黑山谷队从辨别方向到判断各检查点的位置，
以及确定行进路线，没有出现一丝的错误。黑山谷队第一个上的是体重最沉的肖阳坤，在队员王征辉和队长侯斌策的托举下，肖阳坤顺利地登上了悬崖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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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队友们的鼓励下，肖阳坤终于登上了崖顶。接下来是梁小燕攀岩。别看梁小燕是名女生，但她的攀岩技术很高。在所有队员中，梁小燕的攀岩速度是最快的。从开始攀岩到登上崖顶，梁小燕只用了短短的20秒。第三个攀岩的是王征辉，队长侯斌策吃力地把王征辉顶了起来。王征辉小的时候经常爬树，所以攀岩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。最难的要数队长侯斌策了，对于个子不高的他来说，要想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登上崖壁是非常困难的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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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尽管队友们很担心，但侯斌策凭借过硬的攀岩本领，终于登上了悬崖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第一关的比赛全部结束了。我预测黑山谷队只能上去3个人，而且是25分钟，结果人家只用了11分57秒，4名队员全部成功登顶，来掌声祝贺一下。第一回合，逃离野狼谷，08队用时25分钟，逃离2人；猎豹队用时14分钟，逃离4人；黑山谷队用时11分57秒，逃离4人。好，那我们一起进入第二关比赛，加油！接下来将要进行穿越峡谷和野外宿营的考验，不但要吃生鱼野菜，还要钻木取火。那么08队能否反败为胜呢？广告之后，超级少年更加精彩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在群星万盛的黑山谷景区继续我们第二关的比赛。第二回合，穿越峡谷。逃出野狼谷后，队员们要在太阳落山前穿越一处峡谷，然而他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食物短缺。比赛规则：一，找到2种以上可以食用的植物和抓到一条鱼；二，食用生鱼的队员将奖励30秒；三，所有队员通过钢索飞越沟壑，队员每掉下一次罚时30秒；四，用时最短的队获得积分5分，一次获得3分、1分。第二回合的难度有2点，第一点是吃生鱼，生鱼比较腥，有些人吃了会呕吐。第二点是过钢索，过钢索主要考验双手的力量，如果抓不稳就会掉下来。通过抽签，咱们08队是首先进行第二回合的比赛，出发。山里可食用的植物很多，08队会找到哪2种植物呢？从起点出发，队员们首先找到野生植物区，然后到达捕鱼区，完成体能补充后赶往峡谷进行最终的钢索穿越。在队长李嘉欣的带领下，08队找到了红果和曲麦菜。又酸又涩，酸死我了啊！野果很酸，那曲麦菜呢？亚亚学院长，都吃了吧。啊，吃火。去火啊！鱼应该在这儿。鱼在水里。往前面走，前面，往前面走。这儿这儿，别火了！别火了，火就火了。哪？这儿，摸着。
我也没有，漂亮。哎，妈妈，这就站里站着呢，别尿了啊！哎呀，我眼瞅着掉了，在那边呢，快快快，走着。我们一开始走的时候商量好了一定要吃那个鱼，可是我抓上来之后看那个鱼乱跳，然后觉得有一点腥或者什么的，就没敢吃。零八队放弃了奖励的机会，他们认为凭借身高优势，第二回合他们一定能赢得胜利。第一个飞跃悬崖的是队长李嘉兴，加油加油。李嘉兴凭借良好的身体素质，很快完成了第一段钢索的穿越。他准确地把锁扣换到第二段钢索上，快速完成了第二个悬崖的穿越。第二个穿越的是徐卫陆佳，别看她是女生，可她的穿越速度比队长李嘉兴还要快。你好，女生啊！零八队第三个穿越的是于继豪。然而在第一道钢索穿越到一半的时候，于继豪松开了双手，双手离开钢索一次就意味着队员的坠落，而在真正的野外求生时，坠落就意味着重伤甚至死亡。加油加油。在于继豪还没有到达终点的时候，第四名队员赵不愿就出发了。不愿，千万别松那个绳子。对于赵不悦来说，最大的弱项一是体重大，二是手臂没有力量。啊，累死了，加油。踩住了。啊，赵不悦坚持住了。啊，手够不着了，回去我送给你好吃的。拉住了，回去我给你好吃的。加油，不能死，快抓上，千万不要松手。回去我给你唱歌。不行了，快点。啊，在零八队的几名队员中，尽管赵不悦身体素质最差，但他是最有责任感和最有爱心的一名队员。为了零八队的荣誉，赵不悦坚持着，努力着。好了，把那个解开。打点。没事了。好，零八队比赛结束，用时14分12秒。不能说好，也不能说不好，因为你们是第一队，还要看其他两队的表现。好，下一个呢是我们的黑山谷队，来看你们的了。黑山谷队的队员们生活在山区，他们对植物的认识远远多于城市的孩子们。他们首先找到遍地都是的车前子。车前草感觉有点辣，还有点苦，那个不好吃。吃完第一种植物，黑山谷队便赶往捕鱼区。我第一次把那条鱼抓住，那个鱼很滑，滋溜一下就跑了。黑山谷队的捕鱼方法是蹑手蹑脚，队长侯斌策只用了35秒就抓住了一条鱼。我爱吃生鱼片，看着他们吃着挺难受的，但是我觉得非常好吃。吃过生鱼，在赶往峡谷的路上，黑山谷队又找到了第二种植物鱼腥草。鱼腥草太腥了，吃的时候又很恶心。黑山谷队第一个飞跃悬崖的是王征辉，他穿越的速度非常快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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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他开始第二道钢索穿越的时候，第二名队员梁小燕也开始穿越了，这节省了不少的时间。周辉到达终点的时候，梁小燕已经到达第一道钢索的中间。加油！加油！一样，黑山谷队的第三名和第四名选手都很快完成了峡谷的穿越。从第一个回合比赛过后呢，曹练叔叔已经不敢小瞧你们了，没有加时，反而减去了2分钟，所以用时是7分35秒，非常棒的成绩。猎豹队上场。比起黑山谷队，猎豹队具有明显的身高优势，那么他们会吃生鱼吗？他们穿越的速度会超过黑山谷队吗？大胆的
尝试试一下，什么味道？尝出来了没有？甜的。甜的哈、哦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好吃哈、哦。与其他两队不同，猎豹队抓鱼的方式是混水摸鱼。但是我们看到鱼之后，就立马匆忙的扑了上去，然后导致鱼受到惊吓，然后迅速灵活的逃跑，然后导致抓的时间有点长。猎豹队抓鱼用了2分31秒，比黑山谷队多了近2分钟。吃鱼的时候其实没什么味道，但是闻的时候一股腥腥的味道，然后有一点受不了。猎豹队虽然吃了生鱼，但他们还需要找到第二种植物野橘子。啊、哦，超级酸！走，快走！对于猎豹队来说，抓鱼的时间已经比黑山谷队长了许多。如果想赢得第二回合的胜利，猎豹队就必须在穿越峡谷中比黑山谷队少用时2分钟以上。为了赢得时间，猎豹队采取的方式是，当前一名队员到达第一道钢索的末端时，后面的队员就开始出发。由于猎豹队的队员们不但具有身高优势，而且身体素质过硬，在三个队中，猎豹队穿越峡谷的时间最短。那么，猎豹队飞越峡谷的时间会比黑山谷队少2分钟吗？行行行。第二回合，穿越峡谷，零八队用时14分12秒，猎豹队用时6分52秒，黑山谷队用时7分37秒。好，第三关比赛，两项任务，一个是搭帐篷，还有一个技术活是什么？野外取火。现在呢，天下雨了，给我们的比赛增加了难度。曹晨叔叔特别希望我们的零八队加油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一起进入第三回合的比赛，加油！加油。第三回合，野外宿营。飞越悬崖后，队员们必须在天黑前搭好帐篷宿营。然而在奔袭中，他们的火种不慎丢失，没有火就意味着不能做饭和取暖，这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严峻的考验。比赛规则：一，每队在25分钟内搭好2个帐篷和取火。二，除了火种以外，其他取火方式不限。三，用时最短的队获得积分5分，依次获得3分、1分。对，开始。搭帐篷是野外宿营的基本技能，但是帐篷的种类有很多，结构也不同，因此要想快捷地搭好帐篷，首先要仔细阅读说明书。然而为了节省时间，三个队都没有仔细阅读说明书，只是凭着经验进行组装。零八队和猎豹队每2个人一组，同时搭建2个帐篷，而黑山谷队却是4个人同时组装一顶帐篷。黑山谷队是非常聪明的，他们4个人搭一顶帐篷，这样是很节省时间的，在7分钟之内就完成了2顶帐篷搭建。当黑山谷队完成帐篷搭建任务时，猎豹队刚刚搭好一个。现在已经过去15分钟了。而此时的零八队还没有搭好一个帐篷。零八队在搭帐篷的时候呢，人员分配不均衡，两个熟练的在一起，两个不熟练的在一起，这样是很难完成的。这时的黑山谷队早已经开始钻木取火，但无论怎样努力，没有一点效果。猎豹队的第二个帐篷就要搭完，零八队第二个帐篷也接近尾声，还有最后5分钟。为了完成取火，零八队只好放弃第二个帐篷的搭建。猎豹队采取2种取火方式，一是钻木取火，二是干电池加口香糖的锡纸取火。但因为今天天气原因，生火的时间应该是多一些，可是我们把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搭帐篷上。黑山谷队的王征辉运用了平时学到的知识，成功的完成了取火任务。而此时的零八队还在钻木取火。
上面救火，我们在转的时候是拿手转的，那手转一会儿就没有劲儿了。时间到。好了，亲爱的同学们，我们第三关的比赛终于结束了。比赛的过程大家都看到了，比赛的结果大家也都明白，最终获胜的是我们的黑山谷队，祝贺你们。第三回合，野外宿营，零八队搭起一个帐篷，取火失败；猎豹队搭起两个帐篷，取火失败；黑山谷队搭起两个帐篷，取火成功。零八队获得积分3分，猎豹队获得积分11分，黑山谷队获得积分13分。好，那按照我们的比赛规则呢，今天的比赛结束之后，每一个队都要淘汰一名队员。零八队，你们决定淘汰谁？赵不悦。他但是今天抓鱼的时候非常棒，就是身体素质有点。淘汰我就是心中有些伤心，但是为了全队的成绩，值。猎豹队，韩思琪。我觉得在队内分工内，我是干活干的最少的，他们三个干的都比我多。为了我们团队最后的胜利，我还是会选择离开。轮到我们黑山谷队了啊，淘汰谁？李总。明天的任务将会更加艰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